谢谢蔡子萱。子萱，唱跳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适合你的，而且你才十三岁呢。但是今天我要给你小小的意见，你选这首歌曲，其实讲起来，它并没有很快，它唱歌并没有很快。那你在整个突破你所谓的又要念，然后又要唱，又要跳的这个当中，你气会喘不过来。你穿不过，这是理所当然。但是你在练习的时候，就像你讲了，你在练的当下，你要一边练一边听，一边唱嘛。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些小技巧。如果没有这些小技巧，你很难通过这样子的歌曲得到分数，因为它会暴露你的缺点。然后你的歌声会越来越无力，歌到歌中间的层次做不出来，无打紧。你的那个尾音啦，你的一挂牵音。忽然间就没力了，哦，无力气啊！然后规个歌的层次全部拢无重点，规首歌是平平唱完，安尼快快乐乐唱完了，完全没重点。不像你之前唱歌都是会有某些重点，会 touch 到人的心，会很感动的，哦，而且会很快乐的。但是这一次的感觉，我就觉得哇，太可惜。但是这个的话呢，也是很好的一个挑战。我也觉得并不是说全然不好，哦，所以继续你要继续挑战，哦。子萱跟 Seboy， 我觉得你们两个今天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你们要唱跳的时候，不管做哪个重点哦，都会让我觉得哦，就是好像下个动作要准备要开始做，都会有那种准备动作给我看到，啊，这会让我觉得你们到底有没有练手啊？因为这样的歌，说实在的，比如说 Seboy， 你唱跳一个人在那边没有问题耶，可你跟舞曲唱在跳某些动作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说你的肩膀跟他们是完全不协调的，然后再加上说唱舞曲哦，说实在的，以唱舞曲来讲，子萱的声音是比较适合的，因为你很有颗粒，舞曲就是要有节奏感啊 ，Seboy 就会觉得，反正我觉得你们三个现在都是要想办法突破。哦，一定要有关照自己的能力，比如对着镜子唱，拍下来唱，再反复的看啊，哦。谢谢老师。子萱，哇，你那个 rap 真的有练哦，也很顺。
我也很惊讶，说哇，你为了一首歌，你要去租教室，还要花钱，然后为了一个表演，这个精神令人感动。好，然后像这种舞曲哈，我觉得这种比较动感的歌曲，我觉得节奏感的重音是很重要的。有一些，但今天有听得出来，其实那个唱抒情歌跟唱跳的东西是完全是两回事。那你今天这首歌我听得出来，你其实在换气上面你也有自己多多练习，就不会，其实没有出现什么上气不接下气的情况。但是在刚刚老师讲说有一些重拍的地方，有一些重音的地方，我觉得可以再多多练习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继续鼓励你要往这方面多多练习。